再来看有关 index 跟像 indirect 哈，我觉得这两个函数比较重要，后面也会用到。那一样哈，请各位开启那个这个上个礼拜的这一个范例哈，范例部分，然后接着我们继续来看一下，我把它放在我的范例里面。检视与参照哈。里面的话，哦，应该是这一个。然后 lookup 这个工作表啊，那利用这个 lookup 工作表，这里一样。好，那利用这个 lookup 这个工作表哈，我们来做一些其他的应用。上个礼拜我们有用到这个 lookup 工作表，当然 lookup 工作表本身呢，你也可以用一个函数叫插入函数里面哈，一样你也可以用那个。检视与参照里面的 lookup 函数啊，这边有一个叫 lookup， 那这个 lookup 啊，其实跟 view 函数最大的差异是，它找的话是两个范围，可是 view 函数是在一个工作表一个 table 了哈，一个资料表里面呢找第一栏，那原理原则不太一样哦，所以呢，如果将来呢，你要找什么呢？找资料不一定是在第一栏的话，其实也可以用 lookup。不过呢 ，lookup 有个缺点哈，就是怎么样呢？按确定之后，第一个它 lookup 它 value 要什么？找的是编号。那 lookup vector 意思就是说，这个编号在某个范围是排第几个？所以呢，我就选取编号的这个范围，告诉它，它会在这个范围里面帮我往下找。找到之后的话呢，它会找到是第五个啦。根据这个范围里面的第五个，好，索引值是 index 第五个哦。OK 哈，那。result vector 意思说，那你要在另外一个范围的同样第五个你要捞资料的话，那请问一下那个范围在哪里？那比如说我要捞什么，捞姓名的话，你就把姓名这个范围，诶，它会自动帮你把姓名这个范围里面的第五个帮你怎么样返还回来， OK， 按确定就可以了。好，不过呢，这个 lookup 的函数哈，我觉得它比较不好使用的地方就是说，因为我们 VLO 函数为什么先讲，因为它好处是什么，你可以再加上一个 row 函数，有没有 row 函数产生2345的这个数字指的是哪一栏，第二栏、啊、第三栏，第四栏，第五栏，那可是问题、啊、如果你今天呢要产生总销量名次业务水准的话，哎，这个会有个问题，你要怎么样，你要向下填满、啊、就会产生问题哦。比如说我要向下填满的话，那势必就是说呢，这个公式里面要把 B3 有没有到 B10 改成什么，就总销量嘛， C 嘛， C3 到，所以这个地方有个问题啊、哦、我们复试好了、哦、也就是说如果你用的是那个lookup 函数的话，这个可能就有问题了，你变成你要自己重选了，C3 到 C10 可能要贴公式再来改，那这样的话当然不方便了，为什么？因为栏数一多的话，诶， V 栏数还是比它快嘛，对不对、哦、OK， 所以这一点可能要注意一下，这个函数的好处是它可以跨不同栏查询，但是它的缺点就是说它没有办法像 V 栏数向下填满、哦、但我也想过了，有没有办法可以把 B 改成 C 改成 D，刚刚是可以用 char 函数来做了，可是问题它不是一个，它里面那个不是一个字串，所以不是一个字串我就不能动态去修改，所以这个地方 lookup 的缺点就是在这里，变成说你可能、哦、这个地方麻烦的地方就是你可能要用贴的，贴之后的话呢再来改这个，比如说刚刚我们的姓名就要改成总销量名次跟那个业务水准、哦、那当然相对的啦，如果你栏数少的话还可以这样慢慢改，可是你栏数一多的话，那你这样做其实就不方便、哦、OK， 所以比较起来，诶， V 栏数配合 row 函数还是比这边方便许多，尤其栏位数比较多的时候、哦、这边比较一下，但是它的优点是说它可以不一定查第一栏的资料、哦、OK， 第一个，那另外的话请各位、哦、一样再把这个 lookup 函这个工作表再拖拉、哦、再按 Ctrl 键，请你把这个工作表、哦、改成叫 index 好了，我们如果说、哦、诶，我希望呢再换一个函数使用的方式的话呢，我不要用什么，诶，不要用那个 lookup， 我要用什么，我要用 index 帮我完成的话，
那请各位一样把底下的这个范围的资料删除。删除之后的话呢，假如说我希望请你换一个函数，一样的逻辑，有没有办法帮我查出来？但是我要查的是用那个 index 函数，好，所以接下来的话，我们要了解查询函数。那这些函数基本上它都有各自优点跟它的缺点，可能它有些做得到，有些做不到，所以你要了解说每个都是查询函数，但是有不同的特点，你可以针对不同的情况去使用不同的这个检视函数啊，当然不要说只会一招 VLOOK 函数，因为之前很多同学真的 VLOOK 函数都非常熟，除了 VLOOK 函数以外的函数都不熟。OK， 那就麻烦了，因为不是只有那个有些资料你如果用那个 VLOOK 函数还是查不出来的。所以以这一题来看呢，如果我今天要把它改成 index 的话，这个时候你可能需要了解一件事，这个 index 的函数它需要给它什么样的引数。然后呢帮你找到什么样的资料。所以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的话呢，请你把那个 lookup 含这个工作表再复制一个吧，然后把它改成 index， 我们换另外一个方式查询，那把刚刚那个 lookup 的范围资料删除。接下来的话呢，我们用 index 来看插入函数里面的话，一样到检视与参照，请各位找到那个 index。那另外还有一个 indirect 啦，其实这两个都还蛮重要的，其实用到的几率还蛮高的。OK， 那我们 index 试一下index 之后的话呢，那它会要三个你要预设那个，它有两组引数，你用预设的这一个比较常用第一个它要我们给什么 array 意思就是说一个什么呢，一个阵列。那这个所谓的阵列基本上指的就是你的资料在某个范围，就应该有点像那个 VLOOK 函数里面的 table array 啦，指的是哪一个资料表。所以我这个地方呢 array 给它一个资料表范围，指的就是什么呢，从编号下方的这个范围到业务水准下方。那选的方法其实跟上一个礼拜那个 VLOOK 函数基本上是一样的，就是它的 table array 啦只是说这边它叫 array 我觉得它有时候名称没有取一致所以其实也是我觉得跟 table array 差不多，所以你也可以稍微记一下它的 array 值的就是这个范围一。那这个范围里面呢一定会有，比如说你要抓某个资料的话，那接下来第二个问题说，那请问你的这个你要在这个资料这个范围之内你要找的是第几列，特别重要，第几列第几栏，OK， 所以基本上你给它第几列第几栏，它就帮你把资料给带过来。那比如说我今天呢我要找的是特别注意基本上栏应该是固定的一二，我要找姓名，所以这里的话呢 column number 基本上一定就固定的是第二栏。这个好像跟那个 VLOOK 函数还蛮像的，有没有 column number 指的是第几栏。好，那再来的话呢主要是 row number， row number 指的是你要的是第几列。那因为我今天我的列号刚好是12345，比如005好了，那我要找005，这一列里面旁边的第二栏刘鸿钧帮我带过来的话，那我就跟他讲说我的 row number 是在什么呢，直接告诉他说我是在这个查询编号部分。不过特别注意他这个 row number 他需要是一个 number 就是一个数字，可是上面的资料呢如果是一个文字的话， Excel 它很聪明，它会自动帮你转型，也就是005会自动帮你转成什么，自动转成5，你会发现5那刚好就是什么第五列，这个范围里面的第五列，那就指的就刚好这里，所以刚好是第五列的第二栏，它就自动找到刘鸿钧，那会自动帮你把刘鸿钧的资料怎么样带到这个姓名的位置，就帮你带过来，就按确定之后的话，那你会发现它带过来的话就会是什么呢，就会是我们这个刘鸿钧的这个范围。刚刚我漏了一个，我看一下，这个是2我把它输入2，然后呢row number 的话是 H3， 按确定，那你会看到呢刘鸿钧就带过来了。当然呢我也希望怎么样，向下填满，自动全部资料都带过来，所以我会需要什么，这个地方一样，如果你要向下填满的话，那基本上跟那个 VLOOK 函数有点类似，第一个
范围先锁起来 ，F 四，哎，向下应该锁列就可以了哈、哦。所以记得在3跟10列前面锁。再来的话呢，向下填满的话，一样把 H 3的3锁起来。那这个 color number 哈、哦，基本上我们要找的姓名在第二栏，哎，再来是总销量，名次又哎，刚好是2345，哎，所以呢跟那个。上个礼拜那个微软说还蛮像的。我如果2345的话，那我可以怎么样？在这个地方怎么样？加一个 row 小括弧。那 row 目前呢，刚好我现在的列刚好在第四列。那第四列的话呢，我要抓的是2啦。哦，透过 row 帮我抓到那个那个数字。哦，然后呢，记得什么？减掉对吧？减掉2就可以了。那减2之后的话，哈、哦。我现在在第四列嘛，减掉2刚好2，那下来的话刚好就是5，5减掉2刚好就第3，所以呢透过 row 这个函数呢抓到我要的哪一栏，所以2345、哦、OK、哦啊、因为应该可以看懂了、哦、为什么要 row 为什么要减2了、哦、基本上主要是抓到我要抓的是第几栏、哦、OK、哦啊、跟那个 row 这个无关、哦、主要是抓哪一栏哦、啊，很多同学看到列 row 这个函数，一直想到列，跟列无关了、啊，主要是要抓哪一栏的意思。好、哦、，OK， 好，那么按确定之后的话呢，再把它向下填满。那你会发现呢，哎，基本上呢，我把它置中好了，它又会抓到什么呢？抓到那个哪一个啊，总销量啊，还有名次跟那个业务水准哈、哦。所以这里的话，请各位呢先试一下，就是刚刚主要讲了两个函数 ，lookup。